然后今天有几个朋友来我们直播间，上次带不动我的，来有请，来梦泪、林雨、莫言、葛咪咪。Hello，哇，你今天穿战服来了。Hello，对不起，上次让你们费心，来，坐。今天还有很多人来等你，我们今天他们来玩哦，来我们这里玩。你们是不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电商直播？对，第一次。怎么样？感觉上次是看一般看你们直播都听你们声音，然后啊怎么了？你可以把镜头往那边转一点，往那边啊，可以拉远一点也行。因为上次带不动我，这次我带着他们，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抢东西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们打你名字，你看到吗？这里能看到你的名字啊。你们玩吗？玩游戏吗？他们今天不玩游戏，直播间我们今天不玩游戏。他本来说你们来说，要不走开一局。我说我不能开一局，因为我带不动，真带不动。哎，他为什么叫你葛大爷啊？很奇怪。因为比较老，因为比较不够年轻，因为我是教练嘛，他们三个是选手嘛，所以呢，我的辈分就比较大一点。就因为辈分大，就葛大爷是吗？对。他们叫葛大爷，我说葛大爷是谁？我们今天没有葛大爷，然后想哦，肯定是叫你葛 mini， 可能是叫你，对。然后那个梦泪想问一下你，我上次游戏打的怎么样？说实话，这都为了女人啊，说实话来，喝点水。你说这么大声实话，他也不敢说实话呀。实话，跟薇娅姐玩得很开心，对，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呢？游戏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就是开心嘛。只要薇娅姐下次有时间，随时奉陪。哎，你这个点评特别好。我说梦泪，我说我怎么样玩的？主要嘛，人嘛，就最主要是开心，是吧？我觉得那个诺言肯定很开心。对，我是挺开心。诺言啊，我杀的挺开心。我保不住。我这个送人头送的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挺到位的。其实我是他派来的。是的。是吧？然后其实再讲一下，我们今天去玩了一局游戏，其实捣乱去的，就是感受了一下他们那个比赛，然后很惨，然后也被骂得很惨，说我是捣乱去的。今天呢，等一下我们要上这个车，因为今天不是很多链接吗？听说你们最想拍这个车，对，是的，对，是吗？因为比赛的时候，他们每天都要坐这个车去赛场。你们也坐这个车去赛场啊？是的，有的会开的，开过去的。你们有谁开过吗？老帅开过，你开过？怎么样？这车不开过，你们感觉是怎么样？老帅开过，他们没有开过，我们没开过。坐的感觉怎么样？坐过。好，那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拍啊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手速很快啊。好，就是那个在游戏里面的手速很快。但今天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今天电商直播，好不好？薇娅的女人能看到啊。然后你有在直播间买过东西吗？刚才有演练吗？有，刚刚抢了很多东西的，对，抢了很多。真抢到了吗？没有抢到。好，那就好玩了。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，你们拿出你的手机，我们就抢这个车。我要上这个链接。我们这个链接是便宜啊，这个车啊不是卖啊，我们是一块钱可以抢到那个购车资格的那个优惠。但是呢，我说54321上链接。挂链接你们就要点立即购买，但是所有要抢这个车的人一定要备注你是哪个城市，就因为你在哪个城市的话，他们当地的 4S 店才会有当地的福利，好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你们四个准备好了吗？他们开始已经准备了啊，好，已经加了链接啊。好，同志们，刚才想买我们大众的途凯的 SUV 的购车资格的，一块钱有比如说有1000块钱的礼物送啊，5000块钱的一个代金券啊，然后有24期免息，最高价值8000块呀，有保险3000块钱的抵用啊，2年4次的保养，包括5000块的置换卡，1块钱抢资格，来准备好了吗？就近你们的 4S 店去试车，试完车以后砍好价可以用我那个券啊，来准备。下单要备注哦，一定要备注城市。对，下单一定要备注城市，如果没有备注的话，找客服补备注。对，倒计时准备。他现在你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学一下，我没有听过，我给你学一下梦泪啊，就在这里已经这样了，他是这样了，哎，你们看一下他一会儿能怎么抢到，打开之后然后进来，倒计时开始，5 4 3 2 1，来上链接。行，我不知道啊。开了已经，我你知道吗？我跟七二两个人旁边看他，备注城市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已经开始了，买到了没？我咋点不了呢？我好，你这个键，来，我再讲一下，一定要备注啊，知道哪里备注不？哇，完了，我卡住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有了，没了，难道人太多了？结束了吗？推荐一下用4G，我这还没加载好就结束了，我也是没了，我没抢到，你们抢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完了。哎，你刚刚谁说就肯定能抢到？这还抢不到？我们的手速，哎，我能跟你讲一下吗？
我们上链接的时候你再点它就没用的啊，为什么你一定要退出来，因为你点的话是它当时的页面，它要重新刷新一下，你得刷新一下，就跟游戏一样，你得刷新一下退出来然后再可以去点。新手这手机很快啊。对，还有机会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还还有机会吗？他不是说算新手吗？那个哎，今天是梦泪是 VR 带不动的，梦泪是 VR 带不动的，一直说 VR 梦泪 VR 连梦泪都带不动他，然后今天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刚刚的游戏的结果就是谁输了谁发钱，发钱，对，就送钱。我上次送那么多人头，你们这次来送钱，送多少钱？每人1000吧，我们每人1000，每人1000，那就抽一屏幕，那我再加1000好了，抽五个人，每人1000块钱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抽五个人，每人1000，他们说再来一次吧，然后说梦那个梦泪冲啊，然后他给他哈哈笑了，说要买那个大众的那个车的优惠卡还能加吗？不能加，那个没有了，全卖完了。完了。太快了，这是太快了，没有了，太快了，我还没加咋完就没了。不，重点是还没有点进去，你知道吗？点进去之后放屏。哎，你们有看到他们直播吗？我问你个比较细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问一个比较细的问题，我一般游戏就输了之后，就会激动点会爆一些粗口。对，就是你们会经常这样吗？不会，少吧？对，很少，确定吗？真的，确定吗？葛大爷说。很少，不会是吗？一般都比较文明是吧？对，其实对我觉得玩游戏的话还是要文明，心态大家心态好，输赢不重要，主要是过程是吧？你看我死了15次，我说什么了？他们不会输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输15次，我一点不丢人，因为输给你们，我丢什么人？我就想，哎，没有全输就太好了，我还蹭了，还杀了人，还我蹭了两个，对，有人头有人。我那天忘了，我不知道谁在我旁边，就剩一滴血了，我就追他砍，我都没砍到。应该是他了，那就我还好，我当时见到你就死了，就你根本就是这样。你为什么看他见到我就死了？你那么开心？哎，你是我身边的人吗？是的，真是的。来，那这样我们把奖抽完了啊。来，吉尔，我们抽五个人，每人1000块钱的那个现金红包。好的。哎，你们以前有看过像我们这种直播吗？很少看。没看过吧？啊，你讲话真的很少看，很少看。你真的情商非常高，很少看。没有，我们看过。刚刚我们就看了，对，我们还在抢呢，就刚才看了。啊，刚刚就一直。什么时候带我再打几局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现在都可以打。是吗？那现在不直播，我们开始打游戏了，开黑。就一般遇到那种菜鸟，然后你在家打的时候，你心里会觉得这么笨，带不动。不会的，他们几个人，一个人就能带动四个人，就四个人就随便玩就好了。哇！来个小明乱杀。是吗？但当时带我的时候，然后我很想跟他玩。那没办法了，因为对面还有我们两个，对，那没就抵掉了嘛。明白了。好的，那我知道了啊，下次就啊约一下啊，约一下。那就这次就虽然时间很短暂，但很好玩。你可以逛逛我们的那个这里，然后随便拿啊，就爱吃随便拿，哇，随便拿，看到好多，吃什么喝什么随便拿。不仅游戏能送，连啊，不仅游戏能送，这直播间更能送。对啊，真的，就随便挑，然后呢，可以一会儿再试试看能不能抢到。下个东西，比如手机啊、衣服什么的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今天还又要来玩泪小怀啊！对，我今天看对面的李欣一直很激动。哎，哦，你梦泪，我以为你后面写了个梦姐，这样你那么开心干嘛？今天跟孟老师合影了，跟孟老师合影了。哇哦！啊，来，我们把奖抽完，来，今晚0点开抢，抽一屏幕送给大家。